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以佛的智慧慈悲帮助众生啊。所以呢，右手是智慧，左手是慈悲，叫悲智合一。所以这个手不要拿来打麻将哦，啊，不要拿来做坏事。所以诸佛菩萨都用手印度众生啊，所以每一个佛的手印都不一样，然后这样来利益众生。所以为了要成佛，各位，你的眼神要好啊，声音要好啊，每一个都是为了度众生的。所以佛的相好庄严嘛，啊，所以一个人皮肤很白很细，我们说哎，天人天人哦，好哎，啊，所以大乘佛教不是爱漂亮，而是说为了要让别人庄严欢喜嘛。所以观音菩萨很庄严啊，他知道要为了利益众生呢、啊。所以那现在我们要念第七页这个咒，各位将来最好背下来。也就是说，以后你只要想到佛像、看到佛像，或是你要开车了，就念一下这个咒。念一下这个咒呢，代表做圆满时供养，叫不空摩尼供养咒。那各位养成习惯，你要开电脑之前也供养一下，这个电脑就不会乱跳，坏的镜头自然跑不出来。要有加持，有什么东西都要有加持啊，每一个动作都是祈求三宝的加持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就像他们缅甸人、印度人开车一定会先供养，对不对？一供养以后开车不会撞到啊。他们就认为做什么事情都要祈求三宝的加持啊。所以来这个第七，这个不空摩尼供养咒、第七页各位念这个咒。嗡阿摩嘎波扎玛那班美班扎拉丹塔格达波罗格地萨曼达扎沙拉哄。希望大家天天在家里做供养，好不好啊？特别你要替你的祖先供养，对不对啊？替你的儿女供养，然后以你的祖先儿女做缘，关心所有众生，所以替他们供养。那每天都要供养，所以十根手指头以后最好写在上面。以前我们背都写圆珠笔在写、背到久了，对不对？香花灯陀果茶食宝珠衣要供养啊、所以而且供养完以后，守五戒十善业，圆满十波罗蜜供养诸佛啊、愿以佛的力量慈悲众生，愿心如佛普度众生啊、那你要一直用这种寄诵引导自己的心念。所以每一个寺庙就会贴很多横梁啊，哦，写什么寄语，对不对？那个寄语很重要，那个寄语就提醒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，保持正念。虽然你没办法看很多佛经，但是背几个寄重要的寄诵，对不对？对你有帮助的啊。所以所有的动作你都观想哦，像前面有黄色的，黄色的在佛教代表什么？来增加福报，增加智慧，就是黄色的。红色的代表怀柔，人缘好，对不对？啊，关系圆满。啊，深色的代表断除烦恼，白色的代表呢啊，停止痛苦，停止病苦。所以那佛教有各种的花，各种的颜色啊，代表不一样的表法。那特别我们五方佛有五种颜色啊，所以蓝色、黄色、白色、红色、绿色。那代表断除五种烦恼，显发五种智慧，得生五方佛净土。那这些各位要用点时间，特别在美里营营波待机，这边没这么紧张，你要多一点时间拿来修行、思维、背诵啊。所以不要懒，要背，要背，要背啊！会不会背心经？啊，不会，下回外面罚站。你要给自己功课，我一定要背，我一定要背，背了还不够，文思修，把心经思维思维。各位去海边不是去吹海风啊啊，去思维心经的意义，然后念出来，把这个功德融入大海，融入虚空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你这样才念心经啊，念心经可以降魔，可以断烦恼，可以超度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背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啊，要去了解里面的意思，然后去实修。来念一下：闻思修，断烦恼，得解脱。啊，那这个你就要背下来。所以你要闻，要听，要看经典，思维，按照这样去做实修。
那你的烦恼就不见了，啊，就能够利益众生了。那我想释迦牟尼佛用他累劫的生命去听闻佛法，释迦牟尼佛为了听一句佛法，曾经把身体挖一千个洞，用他的油跟金露来点灯供养那个魔鬼，那个魔鬼才 讲出一句过去他听到的佛法给佛陀听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用他的骨头变笔啊，变笔，然后用他的血变墨，把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，啊，生灭灭影，然后是磕下来，对不对？他最后跳下来，对吧？那个魔哇，赞叹他。所以意思是说，那佛陀以累劫的生命得到了这个生命的结晶。所以很多人说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了，佛陀说没有。我的生命现在化为文字，所以各位要看经典啊，《心经》《地藏经》《华严经》《楞严经》《法华经》，各位要看啊，所以要把握机会啊。我因为今天我有时候我去看人家的佛寺，图书馆啊，那些经典都已经旧旧，没人看，没人看，旧，那很可惜啊。大乘佛教是为了帮助众生，为了帮助众生的各种方法我们都要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而不能说自己喜欢读经，我喜欢念佛，我喜欢其他我都不学，那你这样把大乘佛教给自己用而已，那就不好了。那这个咒，如果你有信心，那七颗米就可以变成整个地球都变成米，这样这个咒一念啊 ，Om Amiti 的 Home Part， 每个出家人都会念，你忘了你就问他，因为出家人拿到香，一支香也会这样念，然后就轰上面去了，上面三下，下面三下，然后这支香变成无量无边的香，啊，就可以供养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而且各位要记住，这个香的烟呐、啊，佛就会加持，下施给任何恶鬼道，因为恶鬼道是吸味道的，啊，吸味道。所以今天法会完也会交给各位一包香啊，椰子加牛奶。叫椰奶香，那这个香各位你平常在家里点个一根供养所有佛像啊地基主，你都要挥一挥，等一下教各位，然后这支香不要插在佛前，插去外面，也不要插在土地公，也不是给土地公的，因为我们华人都有拜提公拜土地公，这个还是一个求福，但是还不是慈悲，慈悲是对待所有众生啊，所有众生。那特别各位很多经典都说到，刚死掉的动物啊，或人49天，中阴身是以闻味道做食物的，闻味道啊，所以很多鬼道是闻味道，所以这支香完了以后就插在外面。我们台湾人叫好兄弟香啊，就是要给这些众生的，这个是培养悲心啊。但是如果你是插在天宫楼的，那就是天宫可以用而已啊。但是如果插在佛前呢还比较好，因为佛是慈悲嘛，啊，所以佛会把这个味道布施出去，所以我们佛前是另外插好一点的，因为在家里，那这个是插在外面的。那我希望以后各位自己做，因为这边椰子也多啊，什么材料都方便啊，啊，自己做。我们在台湾运进来有一点贵呢，啊，所以我们每次法会2000个人送2000包，3000个送3000包，几年下来已经不堪负荷，不过还是很慈悲。但是我希望马来西亚自己做，因为马来西亚做一定比台湾便宜嘛，做了以后可以送去印尼啊，送去泰国，因为他们那个香叫香水化学味道啊，不舒服不舒服啊，真的要布施给恶鬼道，他们的喉咙被火烧，如果有化学原料对他们是伤害不好啊，要的就纯粹的这些药物食物放在一起，然后做出来就好了，或是做成粉来点也可以吧啊。如果你没有香，你就去用个5香粉一点也很香啊啊，然后呢加个牛奶啊，加个面粉啊，太慈悲了啊。所以各位好好的研究研究，老公负责赚钱，你在家里研究做烟供粉，这边又有椰子哦，那味道太好了啊，布施出去。那在这边最好做2盘，一盘给华人吃，一盘给马来人吃，味道不一样啊，不一样的味道可以利益不一样的众生嘛。
所以你闻到那个味道，你会觉得那个是一种悲心，哇，太慈悲了。他们叫闻香得死得解脱，恶鬼升天啊。闻到香味，它是减低痛苦，但是你马上给他念佛，念嗡嘛呢叭咪吽，他就超度了啊。所以我每一站都希望有一个烟供工厂，搞不好美里会做哦，来送往全世界，不要卖，我觉得。这个是商家做的，还有电话，他希望你跟他买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们佛教徒做的，然后送给人家，这个也不是很多钱，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送给每一个寺庙啊、大悲宫啊、拿督宫，哇，他替你点，你在家里收功德呢，啊，然后利益无量无边众生，因为慈悲的功德大于一切，所以我们点个香也会念嗡阿弥陀的吽嘛，然后这个香就变成无量无边了。啊，再来净三业二十一业，食物得到加持。那我们身口意也要改变。一般在布施众生的时候，各位你到观想，你变成观世音菩萨，啊，这个变成观音菩萨要有承担观音菩萨责任的悲心，这个叫金刚乘。金刚乘，所谓修金刚乘，并不是说哦藏人才是修金刚乘，我们汉人是修。汉传佛教不是这样讲，而是你的动机很重要啊。如果你有一个承担众生苦的心态，然后呢自己能够安住在空性，然后马上你就可以让所有众生变成观音菩萨，变成阿弥陀佛啊。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往生的人外表是不是马上变阿弥陀佛啊？诶，你们都没看佛经哦。看佛经，一个人只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他一坐在莲花里面，他的外表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所以到了极乐世界没有分别，因为每个人外表都是阿弥陀佛的形象。所以现场只要有一个人会念，那你就这样观想，所有人都变成这样啊，所有的众生都变成这样。所以这个咒太重要了。所以为什么叫秘密？秘密有时候人家不知道，但是你自己知道就好了。比如说各位你在机场念 Om Mani Padme Hum， 念很小声，但是你要观想，所有人外表都变成观音菩萨，啊，所有人都可以脱离六道轮回，所有的贪嗔痴慢疑邪见的心态都转为菩提心，叫嗡嘛呢叭咪吽，啊，那你要会做观想，做观想，因为咒的力量，然后就可以骗一切处，融入地狱啊，融入最高的天，那你要这样去观想。所以有时候虽然我做法师，我在带人家念，我知道很多人不会念。但是呢，甚至我有时候自己在台上念，我没有念出声，但是这样的观想就全部都变了。而且这个时候不是光人，而是所有的地狱道、鬼道、断手断脚的动物，外表都很庄严啊，他们都不会伤害别人，大慈悲庄严假重，外表都很庄严啊，这样能够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将来有机会，各位还是多学一下啊。翻过来二十四页，甘露施食。什么叫甘露呢？天上的神，各位，天上有没有医院？哪有？神不会生病的，不然叫神。神不会生病的，最短的寿命900万年，第二层天3600万年，再来乘以四倍，乘以四倍，乘以四倍啊！所以天上的天人不会生病的。那为什么不会生病？因为他们吃的是甘露。请问天上有没有厕所？不需要的，吃多少都不用大小便，羡慕啊！啊，所以天人不会生病。天上有没有洗澡间？不需要。天上的人身体永远香的，啊，天上的人的衣服要不要缝？所以叫天衣无缝，不用缝了，它自然的，很漂亮。所以升天好不好？好哎。你只要守戒，一定升天，啊，守一条戒一成天，守两条戒二成天，持戒得以升天，不会堕落三恶道，啊，但是基本的条件，来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，啊，这个是基本的，再加上我们守戒律，戒律是一种道德，再加上你有点灯，那你可以升第三层天，啊，你很喜欢打坐，哇，你可以升更高的天。啊，你这个人吃素打坐，那你可以升到第七层天了，啊，所以那各位呢，
那现在我们做甘露，就是说这个甘露给众生一吃下去，他马上不用生病，马上外表庄严，这个叫什么？来，恶鬼升天啊！不但升天，我们希望他们信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不好啊？所以今天、明天大家要认真，就在这两天，让我们的祖先都去极乐世界，好不好啊？冤亲债主得到超度，还有一个来堕胎流产胎儿同生净土啊！如果我们冤亲债主都超度了，你会发觉你什么腰酸背痛都好一半了。啊，因为人的生病啊，大部分来自于三个，背一下：业障、鬼神、四大不调。啊，四大不调就属于老化了，因为你没运动，占20%，大部分都是业障跟冤亲债主。所以你一生病，一定要忏悔。第二个要超度鬼神，比如说各位今天来头痛，你等一下马上下去写一张牌位，造成头痛的冤亲债主。一写马上就不会痛，你就知道哇，原来如此了。他需要你帮助他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写牌位，明天又写牌位，然后我们会把牌位再带走继续超度，好不好啊？那你写完牌位最好你用手机拍下来，以后你自己念经还要回向，回向给他。这个方法你要学，因为妈妈在腰痛啊，爸爸在头痛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帮他啊，就是附在他头上造成病苦的业力，业力就要忏悔。鬼神你都帮他做了嘛，医生也要看的，药也要吃啊，你不能说就拜佛就好了，不用看医生。但是先忏悔超度，看医生很快就好。所以背一下来，造成生病的三个原因来：业力、鬼神、四大不调。那业力是来自于造业，身口意。为什么造业？因为有贪嗔痴。为什么贪嗔痴？因为有我执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忏悔业障，也要多读心经啊，思维金刚经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思维金刚经，又懂得忏悔，又懂得改变。特别你生重病了，千万不要吃肉，最快好，不要吃肉。特别医生说你可能有癌症，马上断肉，不要吃肉。再加上忏悔。拜个水忏，法师他们也拜水忏、梁皇宝忏、金刚宝忏，赶快来拜，对不对？自己在家里也可以拜。然后呢，你有忏悔，然后再超度他，那你有感应好了，哇，那你就会帮助别人了。那所以特别这个甘露施食呢，对冤亲债主功德很大，而且超度了父母祖先以后，那你身上就没冤亲债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，而且做甘露施食，各位不分在家出家都要做，千万不要说。哦，这是你们出家人做的，我们在家人不能做，这是邪见，不对的。所以我特别把佛经这一段经文特别写在上面，大家一起念一下来。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童男童女及诸人天，欲欲受持此方便法者，应须招请尽十方界一切六趣诸恶鬼神众，当作是念。特别小朋友。小朋友纯真了、啊、他们来念的时候啊，其他的小朋友小动物很容易得到超度啊。所以佛陀这样规定，佛陀说佛弟子有佛法的地方不做施食非我弟子啊。所以佛陀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施食，当然我们今天念这个比较长，平常你可以念短短嗡啊哄嗡啊你便便哄就 OK 了啊。你在洗汤汁啊，那些洗碗那个水嗡阿哄就是转化了，嗡嘛呢叭咪哄希望他超度了，脱离六道，再念个阿弥陀佛，那更好啊！就是养成习惯。那如果你有时间，就慢慢练习这个，可以招请更多圆满的仪轨。翻过来28页，嗡三昧耶萨埵梵，这个是普贤菩萨的心咒，这个是最高的戒律。戒律有五戒：八关斋戒、沙弥戒、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。比菩萨戒还高的就是三昧耶戒。三昧耶戒是一种誓言戒，誓言啊，比如说，而且这个三昧耶戒受戒是要有人跟你做证明啊。那这一位法师或上师他已经发菩提心，然后这里对人守三昧耶戒啊，就是我永远不退转，就像不动比丘在佛面前跪下来，我发愿从今天直至成佛都不生气。用我成佛以后念我名字如何如何，这个叫三昧耶戒啊。所以每一个佛
因地都有守这个三昧业界，就是一种誓言永不退转。所以你守三昧业界要是破了，就直接下地狱。所以守三昧业界最高的是什么？来，不离空性，啊，离开空性就破戒。所以他任何事情都观想如幻如化，不能执着，这个很难哦。啊，所以守三昧业界，你一定要有法师亲自来盯着你，不然你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来判断佛教。所以我们发觉现在佛教有很大的问题，这边批判那边，因为没有三昧业界，各自用各自的理论去跟对方辩，这个是不好的。三昧业界最主要是破我执，慢慢你就会破，不能用自己的想法，只能用上师的想法，用师父的想法。念一下，以佛心为己心，以师智为己智。啊，这个三昧业界就是说，你用佛的菩提心，然后你用善知识的想法去做事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。那佛菩萨个个都是要度众生的，那度众生就不能自私，要有空性，要有不怕苦的悲心，这个就是快速成佛的方法，三昧业界啊。当然各位，你看地藏经，你也可以守地藏王菩萨的三昧业界，我发愿完全跟地藏王菩萨一样，你这样发愿，那你也得到三昧业啊。所以因为你念这个戒，这个三昧业界是最高的功德，所以现在所有众生他们外表都变成普贤菩萨啊。就算他不想发三昧业界，但是因为你念这个戒的功德，佛菩萨守三昧业界的功德，他们外表都变成金刚身口意，不是鬼啦，不是断手断脚，外表大家都发亮啊。所以念三遍是第一遍消业障，身体消业障，第二遍身体变光明了，第三遍佛菩萨的三昧业界功德融入，所以他们外表就变成普贤菩萨，嗡三昧耶萨多话。所以学佛有九个字背下来，这是佛教的重点。第一个，来，真上身；第二个，断我执；第三个，求正觉。所谓真上身，就是世间人所求的，越来越有钱，越来越健康啊，来世快乐升天啊，这个叫真上，越来越好。那如果你要得到这种暂时的快乐，真上身啊，虽然健康并不能解脱，但是健康好修行啊，啊，那你就要真上身，那就要怎么做？来，深信因果，持戒布施啊，这是基本要做的啊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真的有六道轮回啊。那所以各位呢，首先你要守戒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喝酒啊。进一步呢，常行布施，守戒律可以不会堕落地狱道、鬼道、畜生道，然后可以升天。布施呢，可以得大富贵，布施什么得什么，都是很，就像各位今天布施很多食物，那你生生世世身体有力啊，气色好啊，声音好啊，安稳。那这些食物又是用钱买来的，那有金钱的福报啊。各位布施药，身体可以健康。所以布施有三个福田，第一个就是恩田，布施给爸爸妈妈对我们有恩的，福报很大。第二个敬田，布施给法师啊、老和尚对我们有恩的老师啊，尊敬的。第三个悲田，悲田的功德更大，就是可怜的众生，所以我们帮助孤魂野鬼啊、放生啊、地狱啊，啊，各位念佛也要这个观念，念佛希望感恩爸爸妈妈，念佛回向给老师父，念佛回向给地狱鬼道啊，可怜的众生，这个叫三福田。所以各位要持戒布施，得人天福报，现世快乐，来世快乐。但是在持戒布施的同时，平常要多怎么来忏悔业障。各位注意，一定要忏悔业障啊，养成习惯，每天最好用你的身体拜佛，身体消业障，身体健康，用你的嘴巴念佛啊，或是诵经，那可以消除口业嘛，消除口业，用你的心啊，多修慈悲心，所以那这样可以得到人天福报。那除了有人天福报，要追求第二个，要解脱生死啊，在富贵升天也有轮回的一天，但是那你要解脱生死，要把去我执，因为如果你有一个我没有空性，那你就会起我爱我恨，我爱就是贪心啊，我不喜欢就是嗔心啊，
不了解我，那就是愚痴执着邪见了、我条件很好叫骄傲啊，我条件不好你就有嫉妒心了、所以这个贪嗔痴慢嫉妒或是怀疑，这个叫五毒烦恼。有烦恼就会生口业造业，有造业就会生死轮回。所以你要得到解脱，那你要去除我执，或是消除贪嗔痴啊。出家人在解脱生死，所以他要怎么做？来，勤修戒定慧，消灭贪嗔痴啊。所以各位要记住，有贪嗔痴就会造三恶业，就会三恶道、三界轮回。所以你要去我执，但是贪嗔痴是来自于我执，所以各位要多读心经，而且了解心经的意义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这个世间念下来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个世间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存在的，这个世间只是一个幻化的因缘和合而存在的，它是布啊，它是衣服啊，它是掌布啊，它是，因为它都是天上的云，它也是一个组合体而已，不离开水蒸气啊，这水蒸气的本体也是空性，它只是 H2O 的组合而已，房子也好啊，机器也好啊，麦克风也好啊，这个人也好，它也是业报的一个现象，所以呢，他的心态守五戒不施，所以投胎做人。他的心态又能够持戒更好，他升天。他的心态造恶业，他做鬼下地狱，这只是一个业报，但是业报都是暂时存在的啊，没有永恒不变的。所以各位要思维空性，消除贪嗔痴啊。那这样以后，你就虽然你去布施，但是你有空性，你就不会烦恼。但是这还不是佛教的目的。佛教的目的呢，希望念一下成佛度众生啊。所以各位要求成佛，叫求正觉啊。那你要成佛，那你就要发大悲心、菩提心，要实践波罗蜜。那实践波罗蜜呢，就能够不但可以利益众生，也可以消除自己的烦恼，很有福报。所以追求成佛，不离开人天福报。你一定要真上身，要持戒布施，你要思维空性，断贪嗔痴，以这个为基本来追求成佛。那成佛要行六波罗蜜，念一下：以布施度千贪，以持戒度毁犯，以忍辱度嗔恚，以精进度懈怠啊，以禅定度善乱，以般若度愚痴啊，这就是波罗蜜。波罗蜜就是自利利他的意思，布施可以跟众生结缘，帮助众生，还可以消除自己对金钱啊欲望的执着啊。就像各位刚刚布施面包，哦，这个面包我们肚子饿啊，想吃啊，但是你把它舍掉了啊。我们对身体都有执着，但是我们用面包来观想我整个生命，布施给众生，就不会执着自己对身体的执着，又能够超度众生，结善缘啊，布施度千贪。但是当然，首先为什么你要成佛呢？为什么众生都是母亲呢？母亲在受苦，我们有什么好快乐的？所以如果你是求正觉的，那各位要养成吃素的习惯，对不对？除了吃素还是消极的，要放生，要救护各种生命。就有形的不够，各位要多施食，像今天各位甘露施食、烟供，这可以超度很多无形的众生。然后呢，再把这个功德打破地狱啊，回向给地狱道众生。所以今天很多天神发菩提心了、很多阿修罗道断除这种嗔恚嫉妒，他们也发起菩提心护持佛法，甚至他们可以往生净土啊。所以求正觉就是我们大乘佛教。那你既然求正觉呢，那各位要多读大乘经典，才知道怎么发菩提心啊，怎么样安住在空性，也了解众生的苦，大悲心。所以求正觉叫圆满这三种心，念一下：皈依佛，发菩提心，消除贪欲心；皈依法，深信因果，体证空性，消除愚痴邪见；皈依身，忍辱慈悲，消除嗔恚心。啊，
但是大乘佛教就是要把贪嗔痴转为菩提心、空性、大悲心，所以每天都要念，念一下自归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啊！不但自己是如此，也当愿众生体解真理，发起无上的心，就是菩提心啊！来，自归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。正智慧如海啊，经藏有两种，有形的经藏各位要看经典，无形的经藏你的心态啊，所以你要以经典的心态来回光返照啊，用我们的心呢符合佛所讲的心态啊，所以呢智慧如海。第三个，自归一生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慎重。那所谓的身就是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发菩提心的部分，在家出家了都叫身。那这些菩萨要干嘛呢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。菩萨就是要领导了六道轮回受苦众生赶快脱离苦海啊！啊，那你要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那各位要广结善缘，要有善巧方便，要有就像一个隐歌星，你看他们唱歌，他们要经过很多的训练，对不对？知道观众听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，他们要为这个去准备啊啊！而且一段时间就要出新的歌曲，产新的形象，就像手机一样，你不变化不变化，你还拿手榴弹手机吗？啊，它要越小越薄，效果越高，所以你要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慎重，就是说让所有的众生去亲近善知识啊，何难慎重。所以呢归身归佛，你要发菩提心。那既然发菩提心呢，要归法，要深入经藏，有空性，智慧如海。归身呢，你要如何带领众生离苦得乐？啊，所以各位要有接触众生的能力，啊，所以呢，深入经藏是智慧，同理大众是慈悲啊。发了菩提心以后，那你要证得空性，圆满大悲。那我想佛教不离开以三心行六度。以菩提心、空性、大悲心的心态实践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以六度圆满三心啊，我们去实践六度般若蜜，我们变成没有贪嗔痴，只有圆满的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，那才一个真实的成佛。所以各位要随时发起愿成佛度众生，好不好啊？我现在问各位，活着为了干嘛？为了老公？那错了。为了儿女？那错了。为了成佛度众生，你要一直告诉你自己，这个才叫求正觉。但是虽然你要求正觉，可不离开相信因果啊，你要从基本的孝顺父母，这个是基本，只是你以菩提心来布施持戒，而不是为了个人解脱啊，以菩提心来追求断我执。因为你没有断我执自私，你怎么圆满菩提心呢？所以呢，这就是佛教的他们叫三乘下士道、中士道、上士道，人天福报、解脱跟成佛的无上士。那我想各位，我想所有经典都在讲这个啊，然后甚至这些祖师大德、中格巴大师、阿底峡尊者、吉天菩萨为我们整理了这些道次第啊，道次第。所以各位在这一本里面，我有收集了中格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色，很简单的啊，或是佛子行三十七颂，那各位可以平常多看多念啊，但是很重要的大正经典一定要看啊，地藏经让告诉我们轮回的道理，断恶修善、孝顺父母、布施的道理，金刚经、楞严经啊，这个更深了、啊、那你从心经开始去思维啊啊，那进一步各位要看大乘的经典，特别是华严经讲的是菩提心、菩萨道累劫累世怎么去做啊。所以对各种的佛法各位都不要看不起，南传佛教的出离心我们要学啊，大乘佛教的悲心深入经藏我们要学，金刚乘的菩提心的次第灌顶仪轨我们要学啊。那一个大乘佛教主千万不要把自己归类哪一个宗派，这样又排斥别人了，又不好了啊。所有佛陀的教法包括世间的善法都是佛法，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，你千万不要说我只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，煮饭煮素食给人家吃是不是佛法？我们下午去我们法师那边菩提素食呢、啊、
素食可以度很多众生的，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讲，开一个素食店比开一个寺庙功德大了，啊，因为素食店可以让人家马上吃素，马上慈悲啊，啊，而且可以拿到佛教文物啊，可以了解佛教的讯息啊。像我们台湾所有的佛教讯息都在素食店里面的，啊，然后呢，很多佛教的书都在素食里面拿的，啊，然后在那边吃素就是一个慈悲的开始。所以我想各位应该为了众生要吃素，要修悲心。如果你没有吃素，代表没有慈悲心，那就很难度众生呢。啊，特别我们今天在超度，那你要超度鸡鸭，你还吃鸡鸭，你怎么超度呢？啊，就没办法了啊。所以你为了要度众生，就要克制自己，而且吃素的人，生生世世长寿健康，生在有智慧富贵的地方，有佛法的地方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下辈子让你投胎大富贵没佛法，那不浪费了啊！福报享尽还要堕落，我们生生世世要生在富贵有智慧能够修行的地方。所以我想我们梅里听说有好几家素食店，对不对？各位以后多开一家啊，开还要做得赚钱呢，代表你有智慧啊，开到倒店也不行啊，但是倒店代表你还有一点功德嘛，啊，代表要好吃，叫人家吃素不好吃，讲个 keep 一边，那也不行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要善巧方便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去做牌位回向啊，回向完以后法会就圆满了。但是明天还有，如果你要来参加，最好啊，做那买买米来，好不好啊？或买买食物来，你买两包最好，一包供养三宝，一包下施。如果明天那个地方不能烧，就麻烦你们去义山啊，去海边啊，去布施，好不好啊？那最好来先把今天的功德回向，今天很重要，今天千万不要吃肉，好不好啊？因为一千亿兆倍，你今天吃一只鱼等于吃了一千亿只造一只的鱼，那还得了啊？所以善恶业都加倍，所以不单啊这个月，不单啊尼泊尔西藏整个月没人吃肉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月叫神变月嘛，啊，他们一个月一年至少有四个月都保持在斋戒的状态，啊，那各位都要背啊，正月、五月、九月、七月，啊，在我们佛教都很重要的，所以五月份是未赦节，未赦节是农历四月，整个月我们也都是吃素放生的，做功德的，啊，好，我们来回向，哎，愿以此功德。佛陀神变月，佛陀神变节，佛陀涅槃日，阿弥陀佛加持日，一千亿兆倍功德，大众发菩提心，为父母六道众生，佛前十大供养，甘露施食，药师烟供，慈悲烟供，啊，等一下如果可以点灯，各位今天点灯啊，供水啊，平常在家里多供水，供一杯水在佛前回向给恶鬼道，可以超度八万四千个恶鬼，一杯水，那你就供多一点，供养一杯水供佛，回向给地方上所有吃掉的海鲜水产超度，所以各位要以大悲心，佛是无上福田啊，那一杯水就可以帮助这么多众生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你就供多一点，最好这辈子要供满十万杯水，好不好啊？这个容不容易啊？哪里不容易，太容易了。供水供水供水，然后那个水就一半拿去洒一洒洒一洒，一下就 OK 了，一杯水等于念了一半一百万遍发财咒了，要不要发财？麦克风都抗议啊！你要说要，你想有钱真好。修菩萨道没钱是没福报，你修不好。菩萨道一切为了众生，为了众生，你当然要健康，要发财啊，要有智慧啊，你才能够利益众生嘛，要有影响力嘛。释迦牟尼佛是转轮圣王，以这个力量去度众生的嘞。啊，没有转轮圣王的威德力，怎么利益众生呢？啊，所以各位这个都要修。要修各种的菩萨道成就的方法都要修，这样你才能够万德庄严，有威德力去帮助众生。
所以一天之内要做尽很多的功德啊。所以来，所有功德，供养三宝，愿佛法弘扬世界，所有善业回向地狱道众生、恶鬼道众生、动物道众生、所有人类、各种人类往生众生，回向阿修罗道、回向天道啊。各位你做功德一定要回向，我、哦、这边有大悲宫、南都宫，你都要回向啊。啊，太子爷各宗教都回向给他们啊，啊，所有老人医院，所以你在回向的时候可以念阿弥陀佛、嗡嘛呢叭咪吽，就观想回向啊，都要利益他们啊。所以来，所有有情皈依三宝，发菩提心，脱离轮回，信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同成佛道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9月27号至10月17号，印度弘法行程。10月14号星期六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万倍。上午10点，印度梭杰仁波切寺院观世音菩萨灌顶法会。下午2点，莲师圣湖慈悲施食。10月20号星期五，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40劫、南斗星君圣诞、小神通月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亿倍。上午8点半，板桥悲愿讲堂八关斋戒、点灯、药供、护生暨甘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355。10月21号星期六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亿倍。上午10点，新竹普元佛道院北区联合护生点灯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、03-533-7368。10月22号星期日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亿倍。上午8点半，台中五方讲堂八关斋戒、护生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4-2238-9987。10月24号星期二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亿倍。上午8点半，普里福慧禅寺恭诵药师经、供万灯、供万水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4-2900-0826。10月26号星期四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亿倍。上午8点半，云林观音讲堂八关斋戒、护生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5-633-1565。
10月27号星期五，念药师琉璃光如来，是斋除罪30节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诚实预备。下午2点，嘉义湘湖公园99重阳敬老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05-225-5888，报备。上午8点半，台南市立后甲国民中学八关斋戒，护生点万灯供万水，又供祭慈悲施食法会，联络电话06-213-1112，06-258-9177，07-607-3377。10月29号星期日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诚实预备。上午9点，高雄福成高中活动中心传授在家菩萨戒、护生、点万灯、供万水暨慈悲施食法会，联络电话07-556-9911。10月31号星期二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诚实预备。晚上7点，屏东中正艺术馆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08-751-6018。11月3号星期五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200节，诸圣夫子圣诞，南昆吴三王爷千秋，小神通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诚实预备。下午2点半，金门文化局心灵讲座，联络电话08-232-6651。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点是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、护生、点灯、供水、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，日期10月26号星期四，上午8点半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地址云林县湖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，联络电话05-633-1565，05-633-1565，上午8点与斗南火车站备有接驳车。庆祝99重阳节，生命电视嘉义生命讲堂举办99重阳敬老心灵讲座，恭请海涛法师主讲，日期10月27号星期五下午2点，地点湘湖公园，地址嘉义市西区文化路552号，联络电话05-225-5888，05-225-5888。将心比心，生慈悲心。家住湖南的赵先生，学佛多年，戒杀如素，心地善良的他，对于护生放生也总是不遗余力。两位先生要买甲鱼吗？这是我今天刚从河里抓上来的，保证是野生的。哟，还挺大只的嘛。这只甲鱼多少钱呢？算你便宜一点，500块就好了。好吧，那这只甲鱼我买了。咦，赵大哥，你不是吃素吗？你买甲鱼做什么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大嫂好像很喜欢吃甲鱼，你是买给她的吧？哎，我怎么可能会买甲鱼回家给我老婆吃呢？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劝她不要再杀生吃荤，可是她怎么也听不进去。那你买这只甲鱼要做什么啊？当然是要去放生啊。赵大哥，你可真是个有心人。没什么，我只是想到他们若是被别人买去，自然是会遭到宰杀，就于心不忍。所以我如果见到有人卖动物，就会将它买下来放生。哎呀，你看那只甲鱼
似乎是在向我们道谢呢。没想到他还这么有灵性。当然了，世上的生命都是有灵性的，所以我们不能随意伤害他们呢。嗯，赵先生一心向善，放生吃素，但是他的太太却因为试吃美食，几乎每天都会伤害生命，以用来烹煮各式各样的菜肴。老婆，你怎么又在杀鱼啊？不行吗？因为我今天想吃红烧鲫鱼啊。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再杀生了，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，是要遭到果报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那些没有用的，我可不信什么因果报应。哎，这一天正逢赵太太生日，她去市场买了许多鸡鸭鱼肉，准备做一桌丰盛的午餐来好好犒赏自己。啊，老婆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你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，我特地多买了一些东西回来，准备做一桌丰盛的午餐。老婆，你为了过生日而牺牲了这些动物的性命，实在是不应该呀。我觉得你过生日应该是发慈悲善心才对。大家如果都像你一样戒杀吃素，那几十年后这个世界不就成了禽兽的世界了？你不要再对我说这些话了，我是不会听你的。哎，赵先生无法劝阻太太，只能任由他杀生吃荤。当天晚上，赵太太做了一个怪梦，在梦里她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和一只鸡合为一体了。嗯，把这只鸡杀了，就用它来煮麻油鸡吧。鸡？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会变成一只鸡了呢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赵太太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，便从梦中惊醒了。啊，好痛啊，痛死我了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原来是梦啊，吓死我了。刚才我竟然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鸡，被一个厨师给杀了。我看这是上天对你的警示，让你感受一下那些平时被你杀死的鸡，他们被杀时是多么的痛苦。经历了这次的噩梦后，赵太太开始吃素，可是几天后她又想吃荤了。于是她便去羊肉店吃了顿羊肉。嗯，好香啊，好几天都没有吃肉了。不管了，今天说什么也要打打牙祭。好好吃啊，味道真好。然而就在当天晚上，赵太太又做了个噩梦，这次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被捆绑起来任人宰割的羊。咦，这是哪里啊？哎，这不是我白天来的那家羊肉店吗？我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小张，把羊抓过来，我要杀羊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变成了一只羊？此时此刻，赵太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，她眼睁睁地看着屠夫走到她面前，然后一刀刺进了她的喉咙，顿时血流如注，痛苦而死。别剥我的皮，哎呀，痛死我了。老婆，老婆，你又做噩梦了。啊，原来又是做梦啊。老婆，你又梦见什么了？我刚才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羊，被屠夫剥皮割肉，简直是痛不欲生啊。老婆，你今天该不会是去吃羊肉了吧？是啊，我今天嘴馋忍不住去吃了点羊肉。老婆，这是上天再一次在警示你啊，以后你不要再杀生吃荤了，否则你所受的痛苦就不只是在梦里而已啊。嗯，从那天起，赵太太
果然不再杀生吃荤。可是有一天，他的好朋友得到了一条金色的鲤鱼，因此特地邀约他前去品尝。小林，你这么急地把我叫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我有一个很棒的东西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喜欢的，所以赶紧把你叫来了。啊，是什么呀？你跟我来就知道了。啊，金色的鲤鱼，怎么样，这东西不错吧？听人说金色的鲤鱼味道非常鲜美，我想说你最喜欢吃的就是鲤鱼了，所以赶紧叫你来，我们一起把它煮来吃吧。这时候赵太太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附在了那条金色鲤鱼身上，然后感受到被去鳞破肚时的痛苦，就如同凌迟的酷刑一般。咦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变成了那条金色鲤鱼啊？救命啊，不要杀我，痛死了，这种痛苦简直就像是千刀万剐嘛。不要，不要这么做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不要啊？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杀这条鱼了，把它放生了吧。放生？你不是一向很喜欢吃鱼的吗？怎么现在会想要将鱼放生呢？赵太太一五一十地将自己梦中的情景和感受告诉了好友，她的朋友听到后非常吃惊，于是他们两人决定将那条金色鲤鱼带到河边去放生。人若能凡事将心比心，异地而处，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慈悲心的人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、哦、那么刚刚我们稍微对于佛陀、在解脱之前的背景，特别是时代以及他相关的社会宗教背景、做了一些的解说、那么我们刚刚最后的时候是提到、他离开苦行之后来接受了善生童女的这一个供养、然后慢慢恢复体力，我们慢慢再往下来谈好了。我觉得我在认识佛陀或认识佛教、我有一种比较感觉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说我会很想去认识我们所尊敬的这一个佛陀、悉达多乔达摩佛陀、他的人格，他的童年，还有他的长大过程是怎么过来，除非我们对他有很深的了解，否则我会很难弄清楚到底他的教导是怎么产生，并且实际上转化他内在的纷扰。这点如果弄清楚的话呢，我们在学习佛法或者是获得智慧的过程当中会减少很多的折磨，真的会减少很多折磨。来，那刚刚有同学跟老师在私下聊到，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促成佛陀他在
整个成长过程当中竟然会舍弃王位然后出家求道，那个背后一定有强大的动机或原因。